poverty alleviation. Poverty alleviation. Poverty alleviation. Poverty alleviation.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, we should rally the initiative of grassroots. 我叫邹九龄，来自娄底新化，是一名九零后的扶贫干部。早上，不能写我本技术性的啦。哎，我准备个有点花生布，带得出去。好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一点 ，OK 的，直接烘烘就行了。那还有麻烦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在休息啊？是我本拿到一个记得洗手机的。嗯，好好。许家村主要还是在于交通设施的落后，所以导致的这些要很好的绿色植物食品多余的情况下，他们就直接喂猪了。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，我们就给他注册了一家小网店。老板，哎，金海店，哦，今天有金海店来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哦，麻烦那个调一下，好，后头那一家。我们工作队啊，又当店小二，又当收货员，又免费给他们去送货到县城。虽然辛苦，但是我觉得只要真的能够为我们的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，对我们来说都是觉得非常的值得。过一老公，虽然屋里来看上去很大，不麻烦呗。不要收一个了，一个是你新东西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搿都一个屋里两三号人呀。你说门子还是新搿头个啦？啊，对对对。他虽然不是我的一点一点帮扶。但是随时有碰到的话，随时都会找他。哎，像亲人一样的对待我们。麦肯锡用力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但是鳄鱼不肯松口。扶贫啊，最重要的是在于一个好制度、好方法和好的作风。你走了，你留下的是什么？你留下的是那一种积极乐观、勤劳向上的那一种精神。